请你们利用这支酒呢，制作一道开胃菜。好像森林轰到大火，然后那些炸弹物等轰隆隆掉进酒里。应该就是1945年的母汤。我不能当第一，我不愿做第二，我是母汤。你这人喝酒喝得勉勉强强的，要想带走我的酒，一个不爱酒的人叫我怎么相信他？等待。